街头标杆挑战。你是心中唯一，说再见来不及，开不了孤单惋惜。直到现在，我还默默的等待，多远都有在一起。过了就不再回来，我们的爱。一起上学吧，暑假要干嘛？今天呢，又是我们久违的街头标杆挑战，好不容易请到我们的子弟老师来帮我们完成今天的街头标杆挑战，那我们就先欢迎我们的子弟老师出场。我们重金礼今天终于请到子弟老师了，街头标杆挑战。为了大家的声音着想呢，我们今天本节家长会一口酥 plus 草本润喉薄荷糖，特别呢来帮助这次的挑战者，让大家一定润喉。总共有三首标杆神曲给挑战者来挑战，只要成功挑战三回合呢，我们就会送你一盒一口酥 plus 草本润喉薄荷糖。那我们今天就要麻烦我们的子弟老师来帮忙起 key 喽 ，OK 吗？没问题。Go！老棒了。你是什么社团？台大流行歌唱台大，你是台大的，第一个直接找到台大的，我真的超猛的。他刚刚说三首歌对他来讲都差不多，然后他旁边朋友在旁边说，感觉他都会耶，他都可以耶，这样子。决定你是心中唯一，说再见来不及，开不了口的惋惜。来不及。老师麻烦一下你起第二个题。好。决定你是心中唯一，说再见来不及，开不了无口的惋惜，来不及。没问题，最后一个题，老师有一题。决定你是心中唯一，说再见来不及，开不了无口的惋惜，来不及。哇，挑战成功，所以我们会送你一盒一口酥 plus 草本润喉薄荷糖。谢谢你们来帮我们完成这个挑战，可以一定润喉。你今天要挑战的歌曲是我们的爱。OK， 有信心吗？没有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其实他蛮高的。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他过了，他过了。好，好来。我们的爱。没关系，这个时候呢，一口酥 plus 草本润喉薄荷糖。哇，这两个都好好吃哦，而且它们都内含罗汉果、金银花、菊花等草本成分，而且都是无糖配方哦，吃了不会有负担。我特别喜欢这个蜂蜜柠檬的口味，吃起来有点舒爽、通体舒畅的感觉，而且柠檬清香里面带一点甜，完全是刚刚好的，非常适合夏天吃啊。还有它们枇杷秋梨的味道非常特别，清新温润的，然后甜甜的，非常清爽，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哦。再挑战一次看看。我们的爱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你吃完一颗之后整个飙上去了，你直接挑战成功哎，草本润喉薄荷糖，这是我们挑战成功的小礼物。谢谢。来，谢谢你子弟老师，他会负责起 key， 那就照着他的 key 就是唱这个歌词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确定你是心中唯一，说再见来不及，开不了口的惋惜，来不及。他怎么
轻松过关。为什么今天找到的人唱歌好厉害？没有，你看起来超级完全不害怕，然后直接唱过哎。确定你是心中唯一，说再见来不及，开不了口的惋惜，来不及。一口酥 plus 草本润喉薄荷糖，今天要挑战的是我们的爱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是蛮轻松，而且他完全还 OK， 好 OK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。直到现在，我该默默的等待。而且很好听哎！我总觉得这个好像突然声特别多的感觉。我不知道，我们直调是有他的专业，你懂吗？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，我该默默的等待。真的是有点厉害耶！好累哦，有点累。我们要看你的极限战绩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没有，你真的太强了。太强了，那怎么是老师？我觉得他再唱下去，我快破音了。都完成的话，你就是我们今天大魔王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，我还默默的等待。真的很猛哎！争议会破掉。成功挑战，那我们送他一盒我们今天的礼物，一口酥辣子草粉薄荷润喉糖。今天要挑战也是我们的爱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我们的爱不明白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很好，我觉得你今天来给我们这个访问，你就已经很厉害了，好不好？虽然是挑战失败，对，还是给他一盒。对，我还是给你一盒小礼物，感谢你，下次见。谢谢。爱能克服远距离，多远都要在一起。第一次轻松过关。还是很轻松哎。有点小卡了，一口酥炸草本润喉薄荷糖要送你，谢谢你来今天帮我们完成今天的挑战，找到一个同学来挑战，多远都要在一起。爱能克服远距离，多远都要在一起，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。谢谢。那我再生两个吗？一个，还能克服远距离，多远都要在一起，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，
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。谢谢。轻轻松松哎。爱能克服远距离，多远都要在一起。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。再挑战一阶。爱能克服远距离，多远都要在一起。你已经不啊，这个不行，不行。哎，但前两句有，这已经超越邓紫棋了，原地了吧？完全超越了，哎，你很厉害哎。小礼物就是我们的一口酥大师草本润喉薄荷糖。OK， 谢谢你参加我们的街头标杆挑战，谢谢。那你要唱的是我们的爱，是不是？嗯、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。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老师的脸，老师的脸他直接帮我再多升两个 key 了。老师，我唱的怎么样？有点东西啊。有点东西。我在挑战下一个 key 吗？哎，是我原本的下一个 key 还是他唱的下一个 key？等等，老师，他又不能还要再飙了两个 key 了。哦，可以跟他合唱一首歌吗？直接就来。他如果 OK， 我 OK。你要挑战不被他拉走。我们的爱，过了就不再回来。直到现在，我还默默的。有听到吗？谢谢。他是在他的 key 里面创作，而我是在我的 key 里面 cover 这样。天作之合。我的一口酥 plus 草本润喉薄荷糖，谢谢。再给你一盒，好，总共两盒，一人两盒。谢谢你们今天帮我们完成街头挑战，谢谢。今天的街头飙高音挑战到这边结束啦，真的是太多神人啦。老师，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？是他。要到 OK， 这次我们所有的挑战者呢，也多亏我们的家长会一口酥 plus 草本润喉薄荷糖的加持，让每个同学呢一定润喉，瞬间让你的声音舒畅。在 Seven Eleven 呢，即日起到8月20号，只要任购买呢，加持员就会多一件哦。老师也很喜欢，对不对？OK， 那喜欢我们的老师跟喜欢我们的影片，也都可以追踪我们的频道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哎，你有在听上？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我唱完吗？我唱完。没有。